三。横，前面两个横要短，第三横要长。间距相等，这两个长的差不多，最后一个要长一点。日字旁要写的窄一点，不要写太宽。横变提，右边这两个横要短一点，也有长短变化。竖钩要垂直向下。对完之后勾上去，撇，短一点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相对要长一点。请，竖心旁，我们看一下，先写两点，再写竖画，竖画在中间，用垂漏手，不要写得太粗。这个方向向左下写的，这平的，这是垂直的，横要短一点，前面两横长的差不多，竖画在横画的中间，这个横要长一点，左低右高。下面的月字写的要窄一点，勾上去。注意，空间大，这个空间大一点，这边空间要大一点，在外面的空间大。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个间距都要小一点。要内紧外松，高低要错位，消有粗到细，点在撇的中间偏上几笔，横不要写的长，短一点，往右上方斜行笔，先写中间这个竖画，下面月起笔这个竖画要轻，回锋收笔，横折，顿下，向下垂直。勾上去，横尽量往上面靠，间距均等要小，下面间距要大，上紧下松，往上面写的，这高低要。